今天啊，我说一个小笑话。这个笑话啊，还是真事儿。什么故事？就我们街坊这老头儿，今年呢60多岁，耳不聋眼不花，精神破背，就有一样，这个腿啊，可能由幼小啊做的毛病，啊受了寒了，有点关节炎，心脏有点病，心脏衰弱，就怕动静，耳音好，说点什么才听得见，可以有大的动静，当时心脏就蹦，噔噔蹦得厉害。这个老头呢住两间房，一楼一底，老头一想闲着一间房也不太好，干脆我要找个街坊，找个房客啊把他拎出去。可是找了多少日子这房客找不着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老头啊要求的条件太高了，老头不有心脏病怕动静，他有这么写条件，住我这房啊孩子多了的不练，人口多不练，夫妻爱打架爱吵嘴的不练，早晚爱听无线电的不练，甚至有闹表的全不练，就怕声音。找来找去啊，巧了，还真找着一位朋友给介绍了。这个房客嘛，就一个人，20多岁，青年小伙子，在天津住。他的这个老人全在外省，他一想我在这儿，我哪儿找房去？有朋友给介绍，这儿有这么一间房，他住着合适。跟老头一说，老头高兴啊，一个人又没孩子，啊，太好了，行，住我这儿可以。把小伙同来，老头一问，怎么样？你有闹表吗？我没有，我就一只手表。那好，睡觉爱打呼噜吗？不打，我躺着跟死狗一样。不打。哦，那好极了，来，住这儿，我帮你搬啊，住我这儿，你只要别吵我啊，因为我有病。你给房钱不给房钱全没关系，来来来，给搬到楼上住这儿。老头招了一家街坊，很称心啊，很高兴。这老头啊天天睡觉很早，一般的老人啊全希望这个早睡早起，早晨起来遛早去，晚上呢就在这个8-9点钟就睡了。老头睡着正睡着呢，就听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楼的声音。这老头这些条件呢啊就拉一条，这小伙子呀好穿皮靴子，就这一条没注意，这皮靴子响，噔噔噔噔上楼，这时候才12点左右了。就是说这小伙子回来怎么这么晚呢？小伙子不是一个人吗，正在搞恋爱，下了班以后啊不是出去遛马路去，要不就看电影去，反正哪天也得12点回来。他这个皮靴子噔噔噔这么一响啊，老头这心就蹦上了，就把老头吓醒了。到楼上，这小伙子往床上一坐，把这靴子扒下来，咚，地板呢啊，是讲这一下，把这只扒下来，咚。两只靴子全扔那儿，这老头在楼底下，这心差点没蹦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好家伙，哎呀，干嘛呢？这扔炸弹呢？这啊，什么装？哦，甭问呢啊，上楼这靴子就响嘛，一定是扔靴子呢。哎呦，可真受不了。老头啊，2钟头以后才睡着了，一天不显呢，连着一个礼拜，天天这样。每天12点左右回来，噔噔噔噔上楼，到楼上脱靴子，咣当咣啊，准2下。这老头啊天天得等他扔完这2只靴子才能睡觉，要不然待会儿会吓醒了，待会儿坏了睡不着了。这天老头实绷不住了，找小伙子去了。小伙子，哎呀，干嘛回来这么晚呢？啊，回来晚也没关系，你走道轻着点啊，就你这2只靴子受得了吗？啊，你看，你抬脚我
呵，哎呀，你看光铁钉子就30多个。我说这么想，你这靴子得有20斤吧？啊，你天天你地板上咚咚，这玩意儿我受得了受不了啊？照这样不行，你得搬家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住我的房，给房钱不给房钱没关系，你住我房可以，你轻着点行不行啊？这是我对你的要求，行不行？小伙子也很感觉对不起老头，老大，今天您给我提出来了，我一定接受，我今后我注意，我走道轻着点，我脱靴的时候我慢慢搁那，我不扔了。哎，这才好呢，如果不扔靴子咱是好邻居，房钱给不给咱没关系啊，记住了啊。行了老大，老头给提了个意见。到当天晚上了，老头啊盯着他这个意见要没效果呢，到12点左右了，开大门进来了，噔噔噔噔噔，又来了，照常这么上楼，到楼上把靴子脱下来，咣当，扔完这只了，想起来，哎呦，呵，什么脑子？哎呀，老头都提出意见来了，你看这玩意儿，我满应满许的，我记住，我接受，你看又扔了，得了，这只脱下来，蔫了咕叽的，轻轻的放在那儿。小伙子一想，哪儿再说吧，好嘛，天刚亮老头就起来了，起来到楼上砸着小伙子门，小伙子醒醒醒醒啊，别睡了，赶紧找房搬家吧啊！哎呀，每天你扔两只还好，扔完了我可以睡觉啊，昨天你扔了一只，我净等那只了，我一宿没睡啊。